该投币的投币，该刷卡的刷卡，没卡别搁那瞎蹭啊！九十二路发车。最近猫猫巴士那是相当火爆，那我必须蹭热度水一期，应大家要求拍一期。当然，就我家这几位的体格子，要是用纸盒子，那便是撤回猫翻，所以我们选用了更结实的塑料盒子。本来以为地方够大，结果硫钢弹和毛豆放进去之后，那是一丝富裕地方都没有。怎么你和毛豆在一块显得不是一个物种了？准备发车，系好安全带啊！一开车子就跳车，准备发车。又挑车，你这文明，你这行为就很不文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准备发车。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。怎么还能自己换座呢？最后大家一定和我一样好奇，毛豆能不能自己下车呢？啊，很明显结果是不能。你快给他抱出来，一会儿他急死了。啥玩意儿，丢人吗？